掰棒哈，这个很多东西哦，不用技术，你等一下猜就知道，在哪边。掰棒哈，以前在媒体上打电影啊，对啊，过敏到掰棒哈，过敏到不好嘛，看到媒体进去拍啊，这个媒体进去拍嘛。我跟你讲，今天陈水扁最大问题现在到什么程度？现在怎么把它放出来？你这把子，你这阿片，阿瓜给阿杰那里呢？你那个努力，你多少钱花？我来讲吼，我最后，我是这个是吼，我说换的位置就换的脑袋，这叫做对。因为吼，你换的位置，你是对那位置负责。我直接问一句话了，你要处理什么？处理扁担的吼，符合台湾社会最大利益。马英九不知道吗？现在台湾乱七八糟，他站台公派他笑，他讲笑到屁嘛嘛，我来讲啊。先官再当总统比较容易，先当总统再官比较困难。你们听说都是这样，阿扁怎么变的？我到时跟你讲啊，精神病，一个田啊，田啊，画饼啊，就这样。一个，我来讲吼，这间吼，这变做了，哎，后来我出电话你看，没有，这是在台北监理的公站，这个是从门口那边照过去。这一张是从那个，就是到那个，从这边看过去，你看看起来怎样？上风的呀、啊。这个哦，这一个把你困土卡嘛，困土卡啥哩吼，结果卡食饭，三两块上分的贵，看不明白，该当作到期的，调岗的啊，对吧？你讲，哎，我们没有，对，国民党说我们对他很好，我们没有，我们把他当总统比喻，你把他当总统比喻来听。Thank you.
在安都变过来，啊，伊更更变过来超变啊。
是后拍的，还是去年十二月拍的，但现在更差了。去年十二月拍，我想你觉得他，不，你觉得他没有变吗？你觉得？这刚的以前几款，看这样就知道他的问题是，那外加这些呢？就是我最烦那个指控，就是说，那惩罚是重的。你当台湾总统，你应该想的是怎样做最符合台湾最最大利益、我今天也不要跟你争辩说阿扁有罪没罪啊。起码他当过台湾总统嘛，你五岁还穷，对不对？还穷啊！那你现在怎样？现在怎么样？现在不晓得怎么说他的，你喜不喜欢就是。跟你讲哦，就这样哦。在和测的话，里面一直没有查到明显的重。问题是，你那个重金属中毒啊，另外你那个化学药第二个一个月两个月也是测不出来的。你有办法测的？对啊，测我测过了。那时候给他抽血抽血尿抽错了，所以那个偷偷给他拿一罐血去拜托人家抽血。做过，不过这样的哦，因为那药的快衰期很短，你还做不出来。就我目前测到，我就没有测到正常的。啊，这是这样的哦，有时候叫身心症嘛，就外貌好，眼里细呢，眼里细啊，眼里细啊。外貌好，我最后是看到他是五月三号，我去台中监狱看他，我没恭维他，恭啥？不过小心，哎，不能小心跟他讲，你得给他恭维哈，那恭真正的。一直在讲一件事，哪一件事情呢？他被从台北总统送去台中监狱，因为台中监狱哦，有给铁白的一宿。我们一间不是要照相，拿一个牌子有没有？正面一张，侧面一张。那华富飞跟我讲说，你都往后面一视同仁哦，我把他当徒弟。你要这样讲，我也是没有办法，只是我要问的是，一定要这样干。哪一组？你五年前给他照一张就算了，你现在给他再给他照这边一张，你一张不需要你，不要再修图啊，就是这样。对，按你跟我讲说我们一视同仁，哎，干嘛？大概来讲，换熊的过程，换熊来讲，这个当然有一天呢，陈志忠就跑来找我说，他变老太公，用一就敢过月前看到以前来看，我你买个肯托嘛，我你当总统，我不当过医疗小组，他他妈破病，美国都公我当医疗小组招的人嘛，那后来怎么拜托，奇怪，为什么会找我呢？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，我还去台北监狱去看哦，哇。我去台北监狱哦，先被这个狱长先给他两亿办公室，先跟我小打，其实都是恐吓的。再我要签切结书，我跟你讲哦，台湾哪几个医生敢签切结书？哦，所以哦，你加个隐情凌乱，我跟你讲，他如果找到别人帮忙，他也会来找我。我跟你讲，那个算了，找我骂来的。好，那后来哦，这里他当时跟我说他胸痛啊，胸闷啊，会喘啊。小便会昏倒，我给他治过那哈特瑞的微血啊，就是那个心律的那种变异嘛。我发现他那个自主神经非常偏的，那时候真的是这个诊断，hypoventilation 过度换气症。后来我跟阿北说，一笑，你精神病，你有看到我精神病？我说就是精神病。然后来在精神科去看他，精神科还去看嘛，按照精神病的一些标准的诊断方式，阿北总统。那你以前你有没有自杀的念头？他说有啊。那你为什么会想要自杀？因为那个特征组是我设的，特征组用高阶会把我起诉，把我上手，把我照相，把我贴到世界去。然后四年后跟他讲说啊，抱歉啊，弄错了，你没罪。我跟你讲哦，陈水扁是哪个案子被上手铐的嘛？国务机要会到现在已经五年了，没有办法定罪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没罪。六千人，你想要定吗？那特资会，你想要定罪，定不下去的。你用国务机要会把他上手吧，把他照相，把他贴上民事贴记，拖了五年，这个案子没法定罪。那搞我搞到还搞坏了，
不，这些呢，那你去法院证明你没有病就好了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们教会有哪一个简单出来道歉吗？我把你上手铐，我把你去上个大专界给拖过，你拖到顶住的，这怎么样？我一两面也提下来，所以到最后诊断就是这个诊断，或是 traumatic disorder 这个创伤后症。这个是这样的、哦、我去看他的时候哦，那柯建明当兵，他病啊哦，到底是有病还是无病？我讲讲过哦，那天生龙活虎的，讲到政治生龙活虎。我一直看到他的时候，你看他，你看我有没有考出来呢？握着我上面很憔悴，就那个典狱长从后面走进来，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可以一秒钟变成另外一个人。一看到典狱长，跟他应该阿弟，我按照最低薪金第57年，我会变去检科的医生，当我的医生。我问他这问题出在哪里？在我面前、啊、他是病人，在别人面前他是台湾总统，因为骗子被鬼对，所以我还给他评语，他在狱中戴着面具的总统。所以后来我发现哦，反正去看他哦，受大很好的就是因为他跟他不好，因为给鬼的。他、啊、其实他早就崩溃了。后来我问过他那个跟他做一起关那个室友那个，一个嘛，2012年一月前嘛，阿扁来我发展，2012小英一落选，一个他就没办法，我都照顾，然后崩溃了。其实他早就崩溃了，只是说在别人面前就给台湾总统去崩溃了。对啊、哦，说到情感因素，你的，就说我对别人的看法，我们当父母的吼，有时候把自己的小孩打得太凶，可是吼、哦，因为当我们的小孩子，我们还是不高兴，是不是？然后吼，如果我们的小孩子犯校规吼，在学校被老师打手心，当父母的也没有话讲，对不对？那你后来发现奇怪，从那老师拿起木棍把他打成重伤，再把他剖腹的，哇塞！你对老师，你对我们的体格好嘛？是不是？其实别人对我来讲都可以，你阿平好做，我老你看，对，那你卖来抢，敢抢个命嘛？我一条是条黄金啊！阿平有没有先天后症？有。他一下懵懂，当天就给他限制出境了，先天后症的。他们压人去过，因为抓到的时候根本还没有证据的，他们在一天。我跟你讲哈，但是目前哈，中华民国时代哈，非暴力犯罪严加追查的，严加实处。林义士现在在监狱里面吗？没有，一个举手在犯罪，因为要骗案件不能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阿扁这一路坏到底，在不犯罪。他们通通换法官，他们换传讯那个三罪数，这案子是什么人？特侦组说，吴淑珍在收钱的时候，陈世忠的女儿在旁边，以证人身份传讯他杀人。对啊，哦，那王二正的有在故意，有没有叫他到现在为止唯一被定罪的案子是公台破地案，叫那个吴栋亮哦，他证人，他一出来讲好几次，他说特侦组叫作为证，他讲好几次说特侦组叫作为证，他叫他破案破罪那点，他对啊，一哈最后的案子是机密公文泄密案，那个案子哈、哦、起诉书120万字，超过1000页。他没有跟他讲，他实在是读不下去，但是又不敢不读，因为精神病的。伊跟他讲，我醉吼，三下就在，三下就在变下一千块钱。这个吼、哦，这个是2008年9月15号特侦组记者召开会，特侦组检察官排开说，我们没有把阿扁办到，办个水落石出，你知道吗？办到出来，他们要全部掉下来。检察官是主官，检察官是司法人员，他们要对证据负责。没有检察官在办案的时候先说我们要办到底，这等于现在那等于一个新的犯罪了，不是吗？这个哦，别那是讲的哦，他是无形的内在。同学，第一点，他说在24小时不关，他说那个灯不能关，所以他2年都没有白天的，你们水机被垮了，他一天扁坐扁到眼睛出去，他讲搞到你的插流工程。这个吼、哦，迄个倒下以后，他有胃食道逆流，奇怪，胃食道逆流，啊，我奶奶讲，特别我来吃，我来电力站讲，啊，伊都，那夹个肚子嘛，啊，等于讲说我在墙壁上夹垫个板子，放下来可以当桌子用，啊，收起来，我就可以节省空间，因为只有1.38平，啊，变成他讲哦，坐在地上脚没通过，我卡不坐在那啃，坐六个室内，我就趴在地上吃。我现在电力站很多的周期是给他做嘛，他把电力站跑了，
他把那对面那房间哦，那个犯人就搬走，他给他摆个桌子椅子，哦，他从九点坐到十一点，解明两解不，他讲时间到回去做地震。我先去请柯建明，我讲啊，多晚以后就伫遐搞事安尼。然后柯建明说好，我去打电话，哦，怕给我保护，哦，给搞一下。他最后保护说哦，啊，既然是柯总召来拜托哦，那正好了，下午再多做一次，三点做到五点。三天下午再来讲，时间到了，回去做地震。我也是希望避免我因公平都搞出来呢。啊，这样子你要接下了。然后王建平说：“好了好了，进讲了。讲完以后嘛，本来做两个小时，他说要改做三个小时。我讲现在这样哦，又要接多少钱？我接多少钱？我在那笑。我在明白告诉你，他得什么病？这精神病，一个病。对啊，他后面他就说我没有打他，我怎么偶尔知道你没有打他？那个笑啊笑笑啊，惊笑的。你们说我们对他很好。”你们对他很好，他怎么变成这样？那以后我会对蛮久的他。这里周瑜的故事一直在。老庙文的故事我刚才讲过。哦，这间荒废的那个房间，那一个张大平来，在那跪两下，现在。这个是这样哦，其实哦，那台湾哦，还是一个人权多的国家。我没有去看阿扁之前，我不晓得中华民国的坏人都是躺在地上睡觉。我在管他们公司的头牌。这个没有跟你躺在这些。其实哦，患者哦，患一点三大扁不是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一般患者哦，早上起床哦，带出去去做工还是做什么，晚上再回来睡觉，所以那个房间很小，对他不是问题。问题是他不能上工。包括你都给他上工，我说我们工，因为我对他我们一视同仁，我说你一视同仁给他上工，因为我们没办法负责他的安全，我说你没办法负责安全就关在这里面呢、啊，所以一般的患者就是早上起床去运动嘛，对吧？去做工嘛，修理地球的人嘛，晚上再回来睡觉，那病人是天天来病的，一天快23.5小时，所以半个钟头没时间放空，啊，这24小时，啊，没半流钱，电视机还关，就在他在这个房间里关了2年多、啊。这个所以吼、哦，但是吼、哦，有时候在反省这个吼、哦，我的态度很清楚，阿扁有罪就有罪嘛，你跑到我做嘛，你别搞笑。他就是啊，因为国民党很有想干贴个标签，哦，贪腐集团，所以民众都双眼找不花钱，大家都盘根在一起会被，哦，都被贪腐集团都切一锅，对不对？这我让我看到吼、哦，中国知识分子的懦弱，你来，懂得说谎跟造假。有一次哈，立法院开公听会，他骗那个上面台北市长，法务部长在那个立法院被质询5个小时，从头到尾都在说谎。啊，因为那个是因为马介不说，马介院长还特别寄个 email 给我，说马介院长欢迎阿扁去。啊，他说这个是陈志正说要转哪里？反正他只要讲一个，叫人跳出来说不是这样，我没有这样讲。你中华民国法务部长从头到尾都在说谎，不，但那中文就这样没有错。我讲吼，即个日本你知吼，伊就发布无定案叫用收回的吼，从来签不出章吼。那美国从不买卤蛋，啊，咱台湾吼，每天搞搞，第二天继续再办。政治人家医学专业，送去台北中都是你指定，医生全部是你指定。所以当诊断书出来，你从来不认账。去丢去台北中都不要免诊断书，你后边看不清楚。这里就写医生加疗养啊！我跟你讲哦，李国勋的工医生就太巧了，对的，是讲我上去台北总统，这些医生都体察上意的。你没有想到台北总统，你还是个诊断是该讲医生加疗养，后来说干脆台北总统不给你住，上去台中总统，对不对？算中南台中给你。哎，医院是你决定的，医生是你指定的，怎么不能诊断出来不正常？那你开始不说你要尊重医疗专业吗？所以还是那句话，要不然你就把他枪毙掉。就说法律要把他枪毙了，你正把自己想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哈、哦，换一点的啊，换的位置就应该换哪里？这个是对。如果应该正确处理给他，那就叫。啊，我跟你讲，阿扁不是需要法律教育，阿扁需要是公平审判，对不对？也许加上一点尊重，但毕竟是当过总统嘛，我觉得很凶嘛，对外狂妄的。台中监狱一定要给他照相吗？阿扁会不会放出来？那明白告诉你不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阿扁会让民进党陷入混乱，他不好玩，对不对？而且每次出事
反正就是顺风降低，就那边拿出来打一打。他事先过了，把它拆一下，再放在柜子里面，下次再拿出来用。所以他不用出来了，跟你讲。哎呦，这个哈也不是来这里跟别人控诉说什么东西。我也刚刚讲你了，台湾终究还是有个窝窝的。因为哈，如果对付总统也是没有人权的，所以一般老百姓也没有人权，所以。我想一想哦，就我调查这个调查来，我讲咧哦，我去调查的时候奇怪，我还贪图还快醒悟了，不可能，我连呆呆就贪图什么东西？我没有想到他拿着挂面账单多少贵。你四年前买的这个390块的塑胶椅买的账单在哪里？如果找不到的话，公务员贪图罪是你犯了几罪？那如果找尸体的话，这个伪造无罪，因为评价不对，反正你也有罪。我那出来气也会跑出来的，我那没有看过，气出来气到快哭出来。我跟你讲哦，现在是鬼，这条出票赶快的，我现在是要免疫力的。真的哦，我想起来哦，我还是知识分子的，比别人全部的，我一看没干无力。现在是有鬼，这现在是有经验。后来哦，还是那句话，司法是国家最大的防线，不可以这样干。啊，哪里有司法独立？没有啊。我们还是个落后国家，要讲干什么？所以嘛，台湾社会基本价值呢，哈，说啊，这民主、自由、法治的点，听起来很粗俗，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社会基本价值，我们还是没有达到。那总统都这样修理的，我说有什么期待？啊，越聊越下面哦，我们来了要很大的决心的，因为目前台湾的政治还是帮派特许行业。每天就是看一个新闻，对不对？我这样来哦，黑人自方来的哦，尽力的，我们尽力，反正我是还可以忍受的话，明天就变成尴尬的，我不然哪天把我干掉了，对。你应该很寂寞啊，我把三个问题我大概把在十点钟把它结束了，好不好？今天我听到那个怪书哈，来分析那个讲啊怎样啊？啊，拄好我有机会，六月二七去看病，啊，这是啊，拄好你讲，啊，拄好你看到太方便，有一个哈变迁哈，因为是你讲十二月，今麦已经六月底，还佫更快哈。啊，我想问怪书一个问题，是讲怪书要安怎去话变出？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我也明白告诉你，我不相信马英九讲的，你要是阿叫他排掉的嘛，那他要到底去？要听实话的话，他叫阿扁出来，除非美国改变，除非美国政府真的说你卖熊给我那里，说这个到底是什么？还是我认为哈，大概是只有美国政府，美国政府了解就干美国改变，还能告诉你几个？我不认为哦，马英九会把它放出来。啊，秘书哥，啊，真欢喜。啊，我问题一项，就是独立，两下独立。啊，因为代志拢无要紧，我赞成，赞成你个代志。什么款情形，会当互你一片三公独立？什么款情形，啊独立？我一讲吼，那土地到底袂平整嘞？哈哈哈哈哈！我跟你讲哦，这是这样的，我来想这个问题，我是这样的哦，这样所以我是机会属于有准备的青年。我还是这样的，对这种公共事务什么哈，爱的相反词不是恨，爱的相反词是冷漠，冷漠。爱的相反词不是恨，爱的相反词是冷漠。统治阶级最需要的是什么？你赶紧打掉，你听的听不了，这是他要的。我相信哦，当时他什么那个调查局给他传，我也不相信390块被他顶罪的，也是给他卡的。那我以前我可以救的，你不想我也可以打你的。我回答你的问题，我还是这样来哦。没有说一定要选，也没有说一定不要选，你就继续准备就好了。
谢谢大家。